师的尾翼，可以自己升降。但是跑到120还是多少？九十？八十？八十？八十的时候，对，它自己会升起来。八十码是肯定开的，就算你关掉八十。以这台为例，10万，哎，对，10万不到一点吧，踩刹车。价格是没有优惠的。价格您放心，固定全部所有统一价格，对对对，跟特斯拉一样，就不会存在一个时间两个价格，而且我们不会涨价降价。特斯拉太多了，是太多就没意思。它的后备箱估计不大吧？后备箱不大的，跟那个 A 七啊，跟那个奔驰的那个 CLS 那种，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它定位是跑车嘛，所以说不会很大的一个后备箱。它这个后面这样挡住是为了，就是为了整体的一个造型，对，所以说没有。再加上我们现在大部分都用的是一个流媒体，大部分都是用这个的，因为这个会显得更宽一点。好 ，Let's go。OK。OK。您挂档就可以了。好。对，空悬它自己会往上抬高4-5公分。对。现在是应该是舒适模式。舒适模式。OK。运动模式的话，换挡拨片拨一下。啊对，它是换挡拨片式，是换驾驶模式。对，在后面切换驾驶模式。然后它有下风系统的是吧？嗯嗯，整体就前排，特别是前排，很舒服，闻起来。对，我们的一个系统有负离子自动储物。下风系统，下风没有防落。啊，没放，但是对，是的，有的话就没有了。嗯，然后是我切切看。嗯，好嘞。不循环，流氓组。OK。Sport 模式。Sport 模式。然后它后视镜几乎是无边框。对，无边框。你要调节的话，它是整个在动。嗯。然后上面应该都是阿肯塔罗，对吧？阿肯塔罗的一个帆布皮材质。嗯，可以。超跑标配阿肯塔罗帆布。有些人会觉得可能有点容易脏，但是这个就是标超跑的标配，真的是打理嘛，稍微会有点麻烦。对，但这个像旁边门这边哦，小朋友如果说饮料什么碰到，可能相对会。对对对对对，看是好看，这个有得有失了，真的，就是说你愿意接受它，就是就会好。你这个东西就是讲车无完车。哎，那座椅是真皮吗？座椅是真皮的 ，Napa 的。然后有部分地方是幻彩纳塔，就是全行业我们是第一个用叫幻彩纳塔。是纳塔吗？对，特别贼这个转向，哇，调教还是挺运动的。怎么走啊？左转。好的。哎，不止。那这种就是不用儿童锁的，反正你开的时候是打不开门的。对对对对，但是儿童锁的好处呢，就是后面的
啊，后面屏幕也不行，奥特曼手的好像是窗了，窗户，窗户是可以那个的。咱们把音效开起来吧，模拟声浪，对吧？这样就感觉更好一些。模拟声浪，对。模拟声浪，我给你看。好。声音，赛博漫游吧。可以啊。它有三个模拟声浪，有加速的时候，呜，就有一个模拟的声音，我只有里面肯听得见，外面听不见。嗯。它系统是 HiPhi Go 应该是，嗯 ，HiPhi Go， 嗯，语音是 HiPhi Go。打开窗户。好的。HiPhi Go。你好呀。我太冷了。副驾温度多高 ？HiPhi Go。在哪？关闭窗户。小声。来脚。嗯，三一走。Oh my god！ 哦，哦。切人甚至有扭矩转向了，我靠，在扭了，我靠，是的是的 ，Oh my god， 方向盘要抓稳哦哦，天哪，而且加上一个本身的一个声浪模拟，嗯，很有感觉，对对对，我靠，刹车距离34.6，这个刹车脚感非常好，它非常硬，嗯对。运动模式硬，舒适模式软。哦，能调节的。哎，有点像精神分裂。哦。然后它整体的隔音，我觉得做的也是蛮不错的哦。对，是。确实不错。双层夹胶玻璃。环境隔音做的蛮好的。隔音是高合从 X 到 C 一直延续的，就做的隔音做的非常好。是的，是的 ，X 确实也做的很好。那毕竟这个价位的是吧？对，用料肯定是要上去的。对对对，一个豪华品牌得有这个东西存在。对。嗯，它滤震总体是偏运动的，回弹非常快，非常紧凑这个悬挂。对。明显是偏运动化这个调教。哈哈哈哈哈！嗯，好，过井盖非常非常干脆。底盘吸地感还是蛮强的，路面贴附近还是蛮强的哦。吸地感就是因为它后面的一个尾翼再加上车头的一个下压流板。OK， 当然它整体悬挂也是啊、哦，很紧绷的，特别紧绷，哦，可以的。哦，没有回弹。嗯，对，很干脆啊、哦。我刹车真的好硬啊，真的要适应一下大家。感觉整体线性还是蛮线性的，就你踩多少就有多少，没有什么空虚位哦，脚感不错，就整体很硬。你这么我们讲的，谢谢。这是比较大的，嗯，对对对，您说的是，小一点的就次跟了。这个悬挂调教冲击吧，确实是比 HiPhi X 上了一个台阶的，上了一个台阶，完全不一样的感受。那 X 呢有也有这种风格，那 X 是更偏舒适性的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悬挂感受啊，就现在。就一些初段一些在这么好的柏油路开初段这种初体验感受，我觉得跟极客零一还是非常像的，非常像这个底盘感受，非常运动的一个底盘，后置感做得非常好，悬挂非常紧绷，初段过滤是非常干脆和干净的，路面贴服性也非常好，可以的，这个底盘确实有水平调教的。其实 HiPhi X 其实我不是那么感冒，因为它总体偏舒适化调教。您好，咱们可以稍微快点过弯看看。可以，7896355这个号码吗？我靠！哇，可以的，刚才快70了，我靠！可以的，哇，这路面安定感好强啊，就像一块板砖压在路面上一样。然后它轮胎配的比较夸张，后面是285了。285，特别特别夸张。所以它有很好的一个抓地力啊，然后重心又低是吧？对，重心又低。感觉底盘像个板砖一样的横移过来的。一般电动车是四个轮子中间就是电池嘛，所以说重心更好操控。嗯、对，电动车的天生优势。对，天生优势。就玩动这次好稳的、啊。其实他们在试驾。当然，如果稍微再踩一点啊、哦，感觉稍微会感觉是有点侧滑。哎，对的。它是四驱的是吧？嗯、对，四驱的还有一点、okay. 底盘还能再升高。啊。屁股先抬高了，对，现在它抬高了。隔音做的确实好，我给大家听一下。那旁边车经过，我开窗是很明显的会听见，但是我关上，大家听这个隔音。Oh my god！ 前面的车子，隔音做的确实是好。
我哥后面还好，还好吧？我没事，好啊。这有没有隧道的可以稍微开？这边没有隧道，可以看到它氛围灯夜景。氛围灯可以在地下车库。对对，咱们回去就可以看到。现在回去了吧？嗯，好，好的，好的，你给我指下路就行。好。Oh my god！它车重已经有2.5吨了，兄弟们，很夸张这个车重啊！不过，快点，可能有 ESP 有进入了，就这点，加速就是。对，确实爽。是的，而且它这个加速虽然说推背感也很强，但是没有特斯拉那种推你一把就踢你一脚的感受。它有持续性。对。它毕竟功率达到了500多。嗯，500多千瓦是吧？嗯。啊，扭矩好像有多少？扭矩680。我操，超跑的扭矩，是吧？说错了，扭矩800多。800多，对，那个马力是680。啊，840的扭矩。嗯。哦。然后这个转向质感，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。在运动模式下，它没有死沉，没有做得很假。对。当然，电自慰稍微还是有一点啊，它没有那种直纳达纳的感受，不像特斯拉调教的那么直接，是吧？你看，我打过去是吧？这车速反应还是蛮快的，看。对。屁股稍微有一点。形容一下，直纳达纳。那毕竟整个车子是长轴距的，它没有做到短轴距的，像911这种车子，那肯定是干脆，也算可以了。对，毕竟我们还要兼顾到一个家用。对，转向阻尼感我觉得这调教的还是蛮不错的，手感也不错。嗯，就指向性没有那种很贼哦、很运动化的那种调教，但车头响应啊还是很好的，大家看地方，还是能很快做出反应的，能给你很足的驾驶乐趣的，可以的。当然屁股因为它轴距很长了，对吧？屁股还是要慢一排的跟过来，整体开着还是那辆能感受到一种很开很大车的感受。对，所以说我还是将它定位一辆就是高性能的豪华 GT 跑车，我觉得这种定位是应该是更加准确的，它不是纯粹的运动化的车。对对啊。但后排有一个问题，发现这边右转头跟玻璃，对，要碰到。对，这个问题是的。如果说身高稍微高一点，想靠到这个头枕，但是靠到这个头枕呢，它又要碰到玻璃。对，这个的确，造型我们的造型做的溜背太溜了。对，它车身太低了，1.4米啊。车身低。然后底盘又因为它电池包嘛又高是吧？中间压缩就车内的空间相对来说啊，对吧？它没轿车那么舒服。是的，相对来说还是小。这个有得有失吧。对，所以说它会有一些小的想坐直一点，嗯，头想靠到那个靠枕，然后就会顶到上面的玻璃。是的，你要就躺着才能舒服一点，是吧？座椅可以调节低一点，这个有得有失吧。其实那还有就是，其实开这个车大部分是坐前面两个位置，后面位置坐的也有，但不多。好，那我们听听它的音乐吧，可以听一下。23扬声其实吧。嗯，对。叫什么音像来着？英国之宝，对，捷豹路虎同款，这边我有穿，有后轮转向的哦，大家看是吧，很轻松也转过来这样子，怎么走？继续。下臂啊。刚才过了个减速带，我现在是在运动模式啊，至少没有冲击感是吧？没有特斯拉那种很硬的冲击感。比如说这个悬挂其实过滤，我觉得总体兼顾的，它支撑性兼顾的好是吧？路感也有是吧？它舒适性也有，我觉得兼顾的还是可以的，真的可以的。确实有种让我开起来那种极客零一的感受。底盘调教确实是比 X 进步特别特别多了，转向也是，机械部分确实进步很多。听一首，到了，它有自动泊车吗？自动泊车这台没有搭乘，没有是吧？只是这台的原因。氛围灯的效果。好，我自己稍微停一下，绕弯再绕一圈，好，就结束了。记得。OK。
是扭到粉丝。好，会自己会分的。